希望你看我的影片有快乐美好的一天。嗨，我是雨玉之兔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来。你会在我的频道看到开箱、旅游还有教学的影片。你是喜欢这样子影片的你，别忘了给我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，按全部通知，才可以接收到我频道的最新更新。也别忘了留言跟我互动互动，留言我都会给你一颗爱心爱心哦。今天的影片的内容是要来介绍 LINE 又更新哦。 LINE 可以自己客制化你自己的首页，可以让你的首页非常的丰富，非常的好看。只要你有设计感，你就可以设计出一个美美的 LINE 的首页。今天就教你怎么去用它咯。 LINE 现在新增了这个个人的动态，非常的可爱。那这都是三个 LINE 的贴图，然后这个是主题的皇冠，然后背景是我增加了我自己的图片。那这边可以按装饰，那有这个房子，那目前有四个这样子的模板，然后大概是这样这样子，然后你就可以根据你的模板不一样，然后去做调整。然后我是选的是这个模板，然后这三个的话就是播放贴图这样子。然后它本来自带就有个皇冠，这个如果是喜欢狗狗的应该蛮喜欢的，但我还好，我没有很喜欢狗。然后这个就是蛮色彩的，不知道这个啊，这个也可以文字也可以去变动，比如说我想要按的是订阅羽翼之兔，然后放在这边，然后这一些就把它 delete 掉，然后就变这样。那你可以去选择色彩的颜色，然后储存就这边啦、啊、然后大小斜这些都可以去调整。那这个可以变换吗？这个好像就只能是这样子，彩虹可以调整角度而已，不能换。那贴图就是这边，就是你有购买的贴图或是免费贴图可以使用。那这边的话它会有一个什么记日期啊，然后有一些相框啊，然后甚至有一些社群，比如说订阅鱼之兔，那我就可以放一个我的 YouTube 频道，然后 Instagram， 然后放在这边，然后推特、FB、推特我都有。这个 IG 好像太小了，然后 FB 有了，少一个推特。好，这些都是我的社群媒体。哎呀，按错了，反正都是叫鱼玉之兔，你可以去搜寻看看。好，这个有一点需要色彩，就是有点设计感，会做得更好。那鱼玉之兔就是没有什么设计感的，所以做得不是很好。然后这些相框就是有这些喵咪啊这些的，你可以去弄。然后记日期是记录今天吗？我觉得这个很可爱，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放在这边。然后贴图的话你就可以选择，这样就会看到我买的哪些贴图了、哎、我买了很多贴图，我的贴图超多的。这个是理智线断掉了，那我们要来一个赞赞赞赞好了，因为要订阅我所以赞赞赞赞赞。那这个猫咪往下一点好了，然后还可以就是比如说爱心，这个都是你可以去设计的。然后而且根据你自己买的贴图不一样，你就可以放。但是这个有字的这一些啊，它就是没有办法去换字，你要先换字之后才可以用，要不然它就是直接显示在这些的。或比如说你感谢帮忙啊，来这些的、啊、都可以。嗯，你只要有设计感的话都会做得非常的好看，然后而且变化都是蛮多的。像这个我再用一个很棒，它就会都会动，而且动态的它是真的都会动态的，所以就觉得还蛮特别的。然后像这个很也很可爱，也可以放下去。嗯，然后好像没有什么赞的，
好，放一个喜欢在这边。好，喜欢很棒，赞赞赞。FB Y2 是什么 ？YT， 然后 Instagram， 然后这个推特，然后可以追踪我。然后这边下面你也可以再去摆一些东西啦。那我看一下猫抓抓的有什么东西，来一个100分好了。但是下面的你就是看不太清楚，对，就是它好像下面没办法，它就是最多只能到这里而已。好，那我这个弄掉好了，这样子100分。它下面这边就是只能到羽翼之路这个地方，就是到这个地方下面就没有了。好，那就按储存，然后它会发到现实动态，你刚刚那边也可以把它勾掉，就是这边你把它勾掉，它就不会分享到现实动态了。然后我刚刚没有按掉的话，它就会到我的现实LINE的现实动态里面，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得到，这样子我觉得也蛮可爱的。哎呀，啊，我之前做的那个版本的话，是那种比较属于旅游的那一种，其实也不错。那可以根据你的设计感不一样，然后来去做你的这个主页。那这个主页的话，这个音乐的话是你要绑定 LINE 音乐的时候才有，然后还有我的 QR code 等等的，就蛮好看的，就看你的设计感怎样啦。然后根据你的不一样，你自己买的贴图不一样，然后可以做很多的变化。这就是新增的 LINE 的这个首页，我觉得蛮可爱的。这个功能有没有很酷炫呢？有没有想要亲自的尝试看看呢？你也是有设计感的人吗？还是跟我一样完全没有设计感的人？还是你觉得说啊，首页简单明了就好了？我看过很多男生的 LINE 的主题都是那种空白的主题，就是一般原厂的主题，然后看到我的主题非常花，他会觉得超级白眼的，然后就觉得所以啊，你是怎样的人呢？是喜欢这样子去设计的人呢？还是觉得说简单干净就好呢？或者是你对影片有任何的想法和意见，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互动互动，或者是跟其他的 YouTuber 互动互动哦。只要有留言，我都给你一颗爱心爱心哦。那今天的影片就这样子咯，影片结束咯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不要忘了给我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也不要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，按全部通知，才可以接收到我频道的最新更新。也不要忘了留言跟我互动互动哦，留言我都会给你一颗爱心爱心哦。我是羽翼之兔，希望你看我的影片有快乐美好的一天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，拜拜。